各位呢，刚刚大家组装完了，这个过程应该还 OK 啦哦。好，那现在呢，其实在我们 Webduino 的积木里面有一个就是自走车，好，就是自走车的积木哦。所以你看一下这边，有没有发现有一个玩具跟马达，是不是有一个叫自走车？有没有很简单？有。那我稍微把这个部分讲一下，最重要的其实，因为我们刚刚接上去之后啊，最重要就是什么？这个马达的那个脚位，我们刚刚没有接25跟16，14，这个要对而已。对，好，就是马达一个前进后退，马达很单纯，正负极接颠倒就这样，该往前的就变往后嘛。对，就这样子而已。那再来就是你要控制车子的前进后退，有没有在这边前进后退原地左转？它都已经帮你写好了。那一般来说啦，为了怕大家太嗨，所以通常我们会把速度先控制一下，稍微慢一点，不然很多人一爆冲就从车桌子上掉下去了。好，所以通常我会把这个放在上面，先控制一下速度，再拿在手上稍微测一下。好，拿在手上稍微测一下这样子。所以我就会像这样子拿起来，有没有？像这样拿起来，我就先试看看，哎，我先有没有？先看一下那个感觉。是大概是怎么样？好，那个速度，那你再来决定。安内 OK 吗？那要来比赛的吗？没有。哎，我准备。那个阿伯在表演了。我准备这一颗呢。那个一个阿伯在表演。阿伯在表演哦，我不知道，我们将要找到这个。对啊。因为这一颗我觉得蛮好玩的。有的没有的。这一颗可以怎么玩？你看，好像在变魔术，安内，有没有？就可以推啊。然后呢，还我发要来这么远的地方，我就有没有可以折叠起来？我觉得很好玩，它这个设计很有趣啊，它可以变这样子，也可以变立体的啊，对啊，就还蛮有意思的，就一个弹簧的结构而已。你看这样这边再缩起来，就变成两边了。所以等一下，哎，你没有玩过那个吗？斗牛吗？踢足球吗？等一下，我们就在前面这里啊，比看看谁最快把它推到最前面呢、啊，可以吗？但是你不能，你就坐在原位就好了，因为我的摄影机等会要放到这边来，你就在那边操控就好了，可以接受吗？可以哈，好，那我们就先请大家挑代表出来喽，谁要先来玩看看的，举手，给你给你，举手，有没有？先两个人就好了，先两个人一对一的，好，然后来一个，好，老师车子拿出来，还有哪一个？还有哪一个？谁要跟老师比赛一下的？好，这一台老师的这里可以用，但是不用那么近好吗？您回座位就可以操作了。我已经有帮你把画面转播出去了。来，然后来现在把，我们看谁先把它推到最旁边那一条线呢？可以吗？这边有另外来竞争的，哎，两位回家回家，你们回家回座位就可以了，好吗？你可以从远端遥控。老师，我不习惯，你还看不到。不会，回去看荧幕啊。回去看荧幕就可以了。老师，这个线断掉是要重新执行吗？线啊，你重新再连线就好了。要重新连线。对对对对对。啊？好，等一下啊，等一下啊，看谁先推过去吧。哎，那刚后面那位同学可以操作吗？可以吗？有哈，这样有没有比较有 feel 一点？所以我们规定不能靠近现场哦。好，有位同学。哎，找错边了，找错边了，回头回头，那是谁啊？糟糕糟糕，结果不太会开车，所以玩碰碰车没有玩过远端遥控的碰碰车哈、哦。哎，这两台打架的。快了快了，快到终点哦。
哎，你有没有发现？哎，对了对了，他方向已经对了哦，老师加入了哦。哎，现在上来，哎，快快快！快到终点了，快到终点了。哎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因为看的方向不同，会怎么样？操作的就有点不一样哦。糟糕糟糕，推到后面那一条线呢、啊？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快到了。哇，打架的啦，打架的！赶快趁乱！啊，这两台，哎、欸，这一台对了，那一台快要成，前进前进，哎、欸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。哦，有一台空转的。有没有发现要远距操控还不太容易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！耶、yeah, ，前进，前进就成功了，哇！哇！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。耶、yeah, ，到了到了，往前，耶、yeah! ！哦，老师厉害厉害，耶！厉害哈、yeah! 哦，所以这样好玩吧 ？OK OK。好紧张哦。好紧张。